12蚊用一日 ，Miss 话 no problem。咁犀利嘅就系呢位英国 Miss 啦，佢为咗储钱参加屋企人嘅婚礼，一年入面每日净系用1英镑，即系12蚊港纸生活，仲要食饱饱噶，有咩计？睇嘢啦，去餐厅收集煮剩嘅材料或者嘢食，摘野果。放假就去睇免费展览，顺手黐餐，趁收铺买减价货，去图书馆上网，仲悭埋上网月费添。平时出门就搭顺风车同踩单车，佢仲醒多两招，话谂清楚有咩系真系需要先好买，只系想要就say bye bye啊！咁嘅话，人人都可以过12蚊鸡生活。